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雨啊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这个自由战解说视频啊。这个开场之后，我们这阵势很霸气的，一个斯图尔特，一个查尔斯，再加上一个这个滑板鞋，它叫什么？它叫啊，反正就是那个了。然后对面嘛，就是一个托尔，一个盖亚，一个斯图。这个司徒嘛，我估计我跟他应该是遇不到吧。然后，我最好是和这个盖亚打，我觉得我应该是有这个实力打败的。我觉得他们这个阵容应该是没有我们的好。那好，现在先停止这个几十秒啊，因为这个盖亚太卡了。好，现在这个视频开始啊，这个队友他进来了，我们先出一下装备，这个铁剑、短弓。然后我们走出去，哎，这个他怎么重连了？哎，他说他也，哎，你们乱发什么毛线吗？好吧，你们愿意干嘛，我随你们干。哇，有招快放啊！你们真是把我坑苦了。快快快！就是打他，打他！漂亮，果断收了一个兵，然后我也是，变得比较残废。哎，果然你盖亚，你盖亚，你在我面前你屌什么？你屌什么？算，收下兵。那个司徒，你干嘛？司徒，你快快上上路！就盖亚给我不就得了吗？哎，一下，再来一下。哎，这个队友给力啊！队友给力，队友果断是拿了一血给我们啊！你太漂亮，你长得好帅呀、啊！滑板鞋啊，八十好吧？这个八十，你长得好帅啊，帅到没朋友啊！来了，你出来，体术比我高，你怕什么？哎。哎呀，卡了一下，我怎么跳过去了？哎，算了，不追了，不追，哎，被他打了一下，好痛啊，好痛，痛死我了！哎，收兵了！哎，你作死是吧？哎，怎么卡了？我怎么不动？哎，你这个应该是我的呀，为什么人生如此逗逼啊？漂亮，果断啊！他，你知道我会飞刀，他在这里跟我浪浪，让你浪啊，死了吧！跟我浪，在我面前你能浪得下去？又是 AA，没有收到兵，算了，我们先不摸他，小兵慢慢打。出下装备呀、啊、！AA 好，AA 坏消息。哇，他们都发展的好快，好快，好快！哎，你喵的，你去去去去去去去！哎，司徒抢人头了，司徒抢人头了，并没有是我的啊，好吧，虽然说这并没有什么卵用啊，不过这你这个人头抢的也是太屌了，腿出来啊，好吧，他已经跑了，不过没有关系，他跑更好啊。我们看一下，把这个。把什么给补出来？再补出来一个短弓。哦，fuck！死了，浪死了，浪死了！哎，我在草坪里跑很久，什么都没有看，我真是够浪的。好，现在跟你们好好玩，你们等我复活，你都去死吧！哎，他退了，这现在都开场4分钟，我四级啊，这个屌啊，4分钟我四级，哪里来的这等理由？哎，你们，超范围了，算了，不跟小兵站一起了，太他喵的坑了，去去去，一箭双雕，你们会在一起，我们就不会。啊，我们就不会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们不也是跑了？你出来，嗨，这么快？你跑得有这么快吗？哎，这么，我的准星就这么差吗？
哎，我跳过去，然后打他一下，我再打他一下。有小兵啊，我有小兵，我不怕你。然后在这种时候，小兵根本没有什么卵用。我浪，好够浪。不是这个对面这个发展有点快啊，我这个根本就追不上，我赶不上节奏。我这装备我都不知道出什么，我先。是啊，老规矩啊，老规矩，先出众神。我觉得我应该是先去摸塔比较好，我先把他们的中路塔给摸掉吧，然后先把这个野收掉。野生哥布林，你我管你什么哥布林，你都得死。然后我走啊，咻，我走啊。我去草丛里绕一圈，没有人，然后转身一把飞刀出去，拽啊拽，够拽，嘿，啊，哦，哎，小兵啊，你们有点过分啊，抢我的饭啊 ，What the fuck， 怎么能这样啊？我们好不容易进来点兵你，哎还哎。就这点毛线你，哎呀，给这个托儿打了一下，感觉是蛮屌的。托儿不要再屌下去了，出来跟我一起战斗，像个爷们儿一样。我就远程打你啊！哦，我又被包饺子了，我被包饺子了，我跳回去。还有谁能做得到？看一下他装备。哎，好，这中神出了。哎，够浪是不是？够浪是不是？好，你们比我还浪。呀呵，你们这么浪，你们家长知道吗？这个野还是先收了吧，就只有这点血。要是再不收他，我也就我这你们也要捣乱啊 ！fuck， 我干嘛要收野？我，哎好，我方下路，我方使徒是非常给力的，然而我非常的屌啊，一直在这里浪。就杀了一个人，然后我才死，我得死两次助攻，还一个，真是让我情何以堪呐、啊！真是，哎，你怎么跑啊？你怎么跑掉啊？你怎么跑掉了？你怎么跑掉了？告诉我你怎么跑掉啊？喵，来，我们战斗吧！敌方上路，就一连串的好消息啊！转死你！哎，我也打你，我打你！呵，飞刀标记，好，断你后路。我看你往哪跑！一下，两下，跳 A 四突死了。好，这一波打得漂亮，这一波打得漂亮。不过貌似我们这个局势应该是坚持不了多久了，八分钟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还在这里浪啊浪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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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怎么这么屌，你这么厉害，你家长不知道吗？啊好吧，雷神剑有武器刚发现，是不是有点屌？哎，什么都不留给我。No！ 不过没有关系，有逐日就是屌，我不怕你们。这一期，看一下能不能翻盘啊？看一下能不能翻盘。先把短剑补回来。好的，我们师徒屌啊屌死啦！
让你浪啊，要不要去接他？那算了。你跟我扛呢？你去死吧你丫的！呀呵，这你不打他一下，你不把他搞死，你能回家吗？好的，果断是把你们，哎你妹啊！不赚大，哎，大果然是抢人头最好的一个武器。是马尔斯就赚大，我就一直赚你们又怎样？你们能把我怎么样？哎，趁兵还没有过来，我先，哎，好的，我试一试啊，我尝试一下。哦，有点屌啊，有点屌。尝试一下，我就来摸一下。对不对，我就摸一下，为了防止被打，我们现在只能这样跳出来，哈哈哈哈，救，你的级数都不如我，你还敢，大话放太早了啊 ，no， 喂毛线啊，这是，你们是要把我干成什么模样你们才可收手？短剑，刷剑吧。哎，我们这跟我昨天打差不多，兵和人头都比对方多好多好多好多，然后结果这个塔还是被对方给撸掉了。没有关系，你在这里刷，我看不见你。我会看不见你。哎，该让你屌了是不是？你屌，刷不 Q， 一个飞刀过去把你们都补掉。废话不多说，赶紧上路推塔。残血也可以推塔呀，谁说残血不可以推塔了，对不对？残血我就是要扛，我要把这个塔给扛下来。哎，敌方下路又屌了，敌方的下路又屌了啊，又屌了，屌，屌死了，得了你们都。哇，这个小兵，哇这个擦，哇这个擦啊，哎，是我吹的啊，吓死我了。吓死宝宝了啊！这群人果断就赶了过来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你们来晚了啊！老子已经回来了，老子回来了，不怕你们了。嘿，咻！这个留给你。不能开了。不能浪死在这里啊！啊 ，fuck！ 哎，我发现你们都好屌啊！啊，打个游戏有必要这样子吗？你真是，打我好伤心啊！现在局势已定了，他们对面肯定是赢了，但是我这个装备还没出去，你看那个托尔，已经是。我这对面这我们组这么屌的话，那我还是呀哟，诶，他干嘛开招往回跑？你这小兵在惹我的底线，挑战我的底线是不是？诶，好，这我们先结束一下，然后下期。